小 S 二女儿徐韶恩自从跟妈妈出席活动后性格大变，然后我昨天工作完之后回到家，我不知道她突然因为什么事情个性大转变，她一直说 I'm so beautiful, I'm super beautiful, crazy beautiful。 我说 Are you okay? 她说 See, look at my picture, it's beautiful, right?最近甚至开始尝试拍 vlog， 结果被姐姐跟徐老三发现，竟然出现这种画面。I'm gonna post this, guys. Can I post it? 只有你的双下巴，玩我的前程套，不是很肉，但是够厚。啥子地方超难处理？妈妈知道你们这样吗？Don't post it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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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！烫哎！光后小 S 留言是不是有姐妹很好，黑人叔叔也留了一排笑到哭的贴图，大家直呼太可爱了，徐老三真的好三八好可爱哦，徐老三真的没有正常过，好可爱的三姐妹啊。Okay.